渔网直接被鱼拉到了水草里边，一定是抓到了大鱼，赶紧看下。看一下什么情况。鱼儿还在拉着渔网往深水里边跑，如果抓到了大鱼，别忘了给老弟搂搂红心，先谢谢大家了。咱们直接把渔网抬起来看下。我去，哎呀，我去了个爹爹的，直接放网了，太过瘾了。哇塞，太漂亮了，抓了好多黄色会叫的鱼。听说这种黄色的鱼有很多的名字，你们知道吗？名字我是不太清楚，但是我知道这种鱼真的是太好吃了。太奥利给了啊！花篮网捕鱼，黄辣丁爆网，大家听见了吗？它一直在嘎嘎嘎嘎嘎嘎的叫，最喜欢吃的就是这种鱼，肉质细腻，吃起来味道还特别的鲜美，可能是会叫的鱼才好吃吧。听见了吗？哇，漂亮漂亮，点点红心，朋友们。